把这坏的地下了吧，好嘞好嘞，啊，然后盖仔细点啊，咱们上面就盖仔细了。哎，奴隶，被水泡的总共有多少箱？我数了一下，大概得有10000箱左右吧。行啊，这不还有20000箱完好无损的吗？在一个小时，罗德来提货了。先让罗德先生实话实说，不管人提什么要求，咱都得面对。哎，上车吧，一晚上没吃东西了，找个地儿先把饭吃了再说吧。你还有心思吃啊？不就是退货退定金吗？人家罗德先生没提出来赔偿，已经是给咱们面子了。那你说这也太不近人情了。我都说了，你再宽限我3天，我保证给你交上货，这都不行。永烈，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。过失是咱们的，咱们没有资格向人家罗德先生提出条件。上车吧，后头还有好多事需要咱们想呢。 咱把肚子填饱了，咱那大脑才能灵光闪现呀！上车，走。哎，吃啊！吃完这面，我联系刚子，咱把东西全拉回东山。还有什么脸拉回去？ 这件事儿啊，我负全责，回到东山开会，我做检讨。没那必要。现在关键是这事儿太丢人了，咱们大张旗鼓的卖给外商30000箱苹果脆片，结果怎么拉来的怎么拉回去，还损失了那么多，是不是丢人丢到家了？咱们东山的乡亲们还好说，那些外村的股东们你怎么交代？条条大路通罗马。 我就不相信，就凭咱俩的能力，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把这事儿给解决了。你呀，这么多年就这点我是真服气。不管遇到什么问题，还能一直保持这么乐观。永烈，咱俩相比啊，论能力你不比我弱，论人脉你也不比我差，聪明才智那就更不用说了，你远在我之上。<笑> 你知道为啥这么多年你总是干不过我吗？我告诉你，我冯九旺的字典里没有"放弃"两个字，不就是20000箱苹果脆吗？我跟你说，想当年我从东山出去的时候，我为了卖5斤苹果，我走了20公里。我这20公里路上，有人买我一斤，我就卖1斤；有人买我一个，我就卖1个。 我脚都磨出泡来了，我就是不放弃。就是因为这个，我得到了我的第一份工作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是真应该好好向你学习。<笑>咱俩互相学习。永烈，这件事已经这样了，咱们抱怨后悔那是不现实的，踏踏实实把你的面给吃了吧。 咱东山两个最聪明的脑袋放在一块儿，我还就不信了，咱卖不出去。
2万箱苹果脆。是。这面好帅，多吃啊。